他叫贺大元，他是什么人？他叫华子良，是个疯子。疯子，是个关了十几年的嫌疑犯，3年前赔了一趟沙场，枪声一响，他就吓疯了。你过来，叫你。 贺佩元，他又疯又傻，耳朵又聋。哦，你是个疯子。啊，你。 贺大娘，疯子，这是贺佩元，不可放肆。贺佩元，这棵树是疯子种的，谁也不能动。怎么，谁也不能动？是啊。拿来。什么？拿走。 贺佩元，他真是个疯子。请。陆处长，目前形势紧张，重庆地下党也趁机活动，上峰有令。 要严防政治犯内外勾结，趁机越狱啊！贺佩元，您放心，我就是放不下心。前些天，白公馆那个厨子长期给政治犯传递情报，这件事惹了多大的麻烦。 是啊是啊，这件事多亏特座在上峰面前为我美言呐。我这次来就是要向你下达一项绝密任务。什么任务？对集中营这批政治犯，总裁亲自下达了手谕。哦，怎么说？提前分批。 密，猜好。对这种人，也要严加防范。陆所长，可不要抓了个厨子，又出来一个疯子。是。 快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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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这什么饭？米都发霉了。你们看，这里面还有好几纸呢。这饭吃着没法吃，没法吃，怎么吃？没法吃，怎么吃啊？这是，听他说，将就点吧。如今这米价一日三涨，能吃上这样的米饭，不错了。好米都进了狗肚子了。没有，吼什么？我天生的大嗓门。那你他妈，你们也是这样的纳米吗？是啊，吃这样的纳米吗？都嚷什么？都嚷什么？陆所长，这是人吃的吗？这是饭人的，怎么不是人吃的？怎么不是人吃的？
华子良，你吃给他们看啊啊，吃吃，告诉他们好吃不好吃，好吃不好吃，说呀，好吃好吃，懦夫，小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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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嘿，碎了！好大的一只碗呐、啊，摔成了碎碗渣，就好像红红火火红红火火石榴花，石榴结果碗口我大。个吧，这一半石榴给我吧，这一半石榴给我的娃。瓜子良，你的娃是男娃呀，还是女娃呀？我的娃。男来不是你，他是朵红红鲜亮的石榴花，不鲜亮来春心花。这个小狗小猫小鸡和小鸭，你们都来吃啊，白公馆的长官嘞，请客啦。长官吃吃，长官吃，行吃吃，长官你也吃，哎，不能吃，不能吃，这都是好米饭，吃饱了肚子能充饥呀。长官，你一口吃下，见碗底，保你一生有福气哟。吃吃吃，有什么福气？像你这样活着，还不如死了的好，胆小鬼。可是，胆小鬼，报复！大家不要难为他，他曾经是咱们的同志啊！一桶米全倒了，这该怎么办呢？重做，没有陈米了，用新米。哎，用新米，用新米。所长说了，给你们重做新饭，都回牢房去，回牢房去。难道
囊。战友支持南乡人，十五年亲人面前，亲人面前称囊尊人呐。山下来人了。哦，老太婆。李书记，李书记，你可来了。老太婆你好啊。李书记，我才四十多岁，你怎么总是老太婆老太婆的？对对对，其实啊你比我还小呢。李叔叔吃石榴。嚯，这石榴可真好啊。那当然了，这石榴树是我爹当年亲手种的，现在长得比我还高呢。化为呀，操练去吧。是。李书记坐。好，坐。李书记，你上山有什么指示？司令员同志，岳大哥的包围山城，势如席卷，敌人的屠杀计划已提前寻访你们南湘水池畔江街。他慷慨赴瘟疫，在这乐山。许书记，江姐，战友遇难，长短血债要用血来还。李书记怎么干你说吧。上级决定攻打重庆战役，一旦打响
重庆地委组织游击队突袭集中营，届时华阴山游击队要全力配合，保证完成任务。可是我们对监狱的地形不熟悉呀，要是有张地图就好了。磁器口有我们的一个交通站，你派一个可靠的同志前去接头，监狱里的内线会提供你们需要的情报。接头的任务就交给华为。好啊，到时候我让程瑶去接应他。嗯，等拿到地图，我还要亲自下山查看地形。好。哦，老太婆，我还有一个好消息。哦，什么好消息？华子良同志他还活着。什么？你说什么？这次敌人提前屠杀的消息就是他冒死送出来的。你这是泥巴，衣服怎么跟疯子似的啊？别理他，嚷什么呀？没瞧见他是个疯子吗？疯子，疯子还满街跑啊？嘿，你他妈！客气，老板娘，老远就听你这算盘珠子噼里啪啦的响，这生意不错呀。还不是托长官您的福吗？好说。算盘响的门开，开门迎的贵宾来。老板娘，你这生意越来越红火了。小本生意平时在，不买不卖两午餐。老板娘真痛快，我那百十号人开火，你这生意算是做着了。多谢长官，来日方长不单单。官叫您一路顺风，两袖深彩，三星高照。老板娘真会说话。疯子，拿个破石榴干什么呀？想吃啊？你瞧这一个破石榴。我要拿这石榴换香烟抽。疯子，都说你又疯又傻，我看你呀、是哑巴吃扁食，他心里边有数啊。好好好，跟着我好好干，要是共产党进了城，我带你上山打游击，我当司令，你当个军需官。
怎么，你真要换香烟呐？不成不成，你那一个石榴才值多少钱呢？我这一包香烟多少钱呢？换不得，换不得。换不得也要换。怎么？我们长官要当司令了，我就是军需官了。你要不换呢，我砸店，砸店，砸！不许胡来！好了好了好了，我呀不看僧面看佛面，今天呢我就拿这包香烟换你这石榴。长官，咱们到后面瞧瞧货去。好好好，疯子就在这等着我，哪儿也不准去，听见没有？你可迟到了。我早就来了，一直在那边盯着你呢。瞧你那东张西望的样子，一点都不自然。这找人嘛，不就得东张西望的吗？华为，咱们是在敌人眼皮底下工作，千万不能暴露自己。现在咱们是一对恋人，举动要自然随便才好啊。对，咱们本来就是一对恋人，是应该自然点才像啊。华为，谁让你这样的？大叔，对不起。大叔，小老板，你姓华？怎么？好，好啊。你抽烟吗？大叔，我不会。哎，这走南闯北的小老板怎么不抽烟呢？不会就是不会吗？哦，你是他太太吧？是，又怎么样？好。程瑶，你怎么能跟人这样说话呢？我听说白公馆有个疯子。哦，是他，他叫什么名字？不清楚，就知道他是几年前陪沙场被敌人枪声吓疯的。这么回事？小老板，这儿有几个石榴，你把它带上吧。谁要你的石榴？哎，这可是我亲手种的呀。老东西，你是个贪生怕死的懦夫，胆小鬼。华为，走，咱们走。我是你爹呀。怎无马冲口刀叫我有悲忧喜，滴滴泪水洗涤肿瘤。
成绩得，茅屋别离儿年幼，爹为儿一粒一粒不识留，今日里同乡见我，我满腹的话儿难出口，有儿不能认，有亲不能同，有苦不能诉，有泪不能流，就像这红红的石榴，噼里屏外看不透，这万千通出呀心头呀心。回去喽，哎，老刘同志，东西送到没有？已经送到了，你们看。石榴。掰开看。白龙馆渣滓洞示意图。太好了。华为，这石榴。石榴。这可是我亲手种的，疯子。疯子，滚！一个人看什么呢？我看我儿子呢。他妈疯话！这是陆所长的报纸，一会儿给他送去。华子良，你的报纸掉了。不要惊了我的石榴树啊。一人的报纸上把消息将报纸悄悄拿走。哎，石榴熟了，哪儿捡的？放哪儿去喽？看起来他是有一位英武，把心系统。
人的报纸上发现一条难得的消息。什么消息？大西南快要解放了，成都、重庆、贵阳的守敌也变成瓮中之鳖。太好了，太好了！我们要把这振奋人心的消息告诉狱中所有的同志。你写传单，我来发。好。雷鸣，你还是招了吧，招了就可以免受皮肉之苦。招？你叫我招什么？这传单是从你屋里搜出来的，说他是打哪儿来的。哼，我再说一遍，传单是我写的，消息是我听到的。哼，这么重要的消息你怎么能随便听到呢？说他是打哪儿来的。哼，只要你说出这传单的消息来源，招出你们监狱地下党组织，我马上就放了你。哼，你做梦去吧。哼，我看你的骨头有多硬，给我勇气。啊，我要用竹签钉你的食指。竹签如此撼不动同胞心跳。我还有老虎凳，辣椒水、麻辣汤，狱中求慰，拿我顶上水中。我用老铁捞他。皮肉烧焦咯咯响，老在战
对这种不怕死的共党，再厉害的刑法也是没有用的。特派员有何高见？陆所长，平安，四位尽忠唱响，共产党无所不及，西提防，你千万莫迷信高墙的话。百公馆定有人，联系地下大是从白公馆找出这样的人，我扒他的皮，抽他的筋。这个人疯癫癫，不分彩霞。特派员，他是个疯子，把他给我叫回来。是，疯子，进来。华子良，你天天跑步，持之以恒，真是意志坚定，百折不挠啊！冯子，特派员问你话呢。报告长官，我天天……那个，报告长官，我天天跑步。就能多吃饭呐，我一顿能吃三大碗呐，稻米饭哦，饭桶。他阴阳怪气，来者不善，他无事生非子寻烦，他是风湿换取乔氏华子良，解放军要打过来了，你不想家吗？家，我的家。你的家在哪？我的华蓥山的路我熟啊。长官，长官，长官，共产党来喽。我们上山
打游击。长官做司令，辅当那军需官，抓住老太婆。啪啪！你认识双枪老太婆？认识，认识啊！我与他好姻缘呐、还请长官一显谦。行了行了行了，去去去去去去。特派员，想不到这个疯子还是个花心呢。什么花心？哼，他是在跟我斗心。特派员要不放心，我就把他抓起来。不，不，不，让他疯下去。特派员的意思是，明天你派华子良一个人去瓷器口。一个人？他要是跑了呢？我就怕他不跑。Oh!
不回首，丛林之中人影闪。果然是敌特跟踪把我看，摸这里看呀绕我避，穿山声好熟悉呀、啊！花映山上石榴红嘞，榴花似火照天明喽。天明不见阿哥面嘞，莫把祖创碎，冷冰冰喽。花映山上石榴红嘞，榴花似火照天明嘞。天明不见阿哥面嘞，莫把祖创碎，冷冰冰喽。
难去，泪眼望断。五年你怎熬过枯树严寒？看相见，相见却又难相认。觉得写在朋友心好欢，我的身发颤，我的心发酸。想哭想叫，想哭想叫，想哭想喊，我的问着喽，不断传承去向南，江岸十里到城边，我走大路走山间，前方多处在林间。哦，明白了明白了。官夫人你不能白问路，要一包香烟。香烟？我哪来的香烟呢？没有香烟呐，我就要啊。怎么着？我的好老伴，原谅我主人在间不能明言。哎，你这疯子，好打你疯子，把我的衣服都弄脏了，给我衣服，别跑你的疯子，疯子打追。哎，你瞧这疯子把我的衣服都弄脏了。这个后面有人跟踪，怎么回事？雷鸣编了一期传单，被敌人突击搜查发现了。他不仅被关进地牢，还遭到敌人独行拷打，我也受到怀疑了。你不能回白公馆了。怎么？李静元同志有指示，你的安全一旦受到威胁，必须采取保护措施，马上离开那里。不，这个时候我不能走啊。这是组织的决定。老刘啊，营救计划尚未实施，狱中的同志随时都可能牺牲，我怎么能丢下同志们自己逃生呢？可是敌人只是怀疑，并没有证据，时间紧迫，你就布置任务吧。好。来了，你到后面去。腊肉五斤，海米八两，皮蛋七篓，
诸位，诸位，我奉劝大家不要再闹事了，只要你们悔过自新，是有可能放你们出去的。你们敢放我们出去吗？你们不是准备好了枪水池了吗？你们准备什么时候动手啊？这是谣言，要相信政府对你们实行的是感化政策，而不是肉体的消灭。住口！我们现在强烈要求你们停止破坏政治犯，立即把雷鸣放回牢房。对，停止破坏政治犯，立即放回雷鸣，放回雷鸣。这好办，好办，只要你们有人说出那张传单上的消息来源。传单是谁写的？是谁写的？是我写的。老道西，齐小轩，你曾是共产党的地委书记，许云峰死了，你现在就是他们的头了，怎么你还写传单呢？不相信？你们可以对笔记吗？哼哼，笔记我一定要对的，你甭想把责任揽到自己的身上蒙骗党国。你们怎么和外面的地下党联系的？这消息呀、啊、其实是你们带进来的。你胡说！让他说。看守所连日来凄惶情形，请档案找文件，张家奔忙。档案是党国的机密文件，岂能落到共军手里？说的。那一日管理室打开四窗，桌子上摆放报纸一张。敢进管理室？管理室并非是皇宫御帐，任堂如是胆作何妨？是你偷看了报纸？报刊在文工人上，恼羞成怒是荒唐。劝二位你们要把当前去吃几次粮，切莫要非公者意乱作文章啊。报纸岂能给共军做宣传？报纸就在那儿，何不拿来看看呢？报纸是。请问，齐先生，是哪天的报纸啊？这么重要的消息。特派员没看。我现在问的是你。10月10号中央日报第三版左下角，找到了吗？找到了。特派员，你看。特派员，雷鸣何时放回牢房？这怎么？特派员要食言？不，放，马上就放。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了。此事定有内线。陆所长，那个疯子回来了吗？还没回来呢。哼。我看他是不敢回来了。我回来喽！Thank you.
我就要和监狱的党组织接头了，我也要走了。石榴树，我的好友吧。那你的伤怎么样了？好多了。
现在解放已经临近，敌人很可能在最后一刻对我们下毒手。我们虽然制定了越狱计划，可是没有办法和域外党组织取得联系。现在能进出白公馆的只有华子良。那个疯子，对，我已经观察得很长时间了，他很可能是我们的同志。他会是我们的同志？雷鸣，还记得那次敌人给我们吃馊饭，他盛着一碗饭硬要我吃，就是在那碗底里藏着他写的一张纸条，上面有敌人的密财消息。还有他天天跑步为的是什么？他有许多外出的机会，为什么不逃走呢？给敌人当奴才当惯了，没有逃跑的勇气吗？华子良，你来干什么？顾应，归群要找党啊！滚开！慢着，你要找哪一位？特支书记齐小轩。派你接头的是谁？省委书记罗世文。老罗同志牺牲已三年，他留下遗嘱，三年前一个凄风阴雨天，沙场路上行车店，老罗有估算，说我只是嫌疑犯，可能是陪绑吓唬咱，只是我枪声一响伪装疯癫呢。伪装疯癫？你为什么到现在才来接头相见？我有特殊任务在肩，非到必要时刻不能和同志们相见呢。你的任务是等待解放，越狱突围白公馆，街头暗语，让我们迎接这个伟大的日子吧。华子良，我的好同志啊，老七，老华同志，雷鸣，一生同志，一生同志三盼来晚也盼不言归，对我把家还，把家还，相家是冷眼，痛不该，痛不该忘你心灵的伤口有撒野。
战友们到阵前。子良同志，你的苦，你的难，你的忠贞，你的胆，人民永远记心间。早期我带来了地下党的指示啊。神州传干盘饮酒在夜间，铁门重重，铁门重重关锁链，手村的铁开锁难，我早已配好了钥匙一串，开锁破门不费难，一串钥匙沉甸甸遮斩那有的情义重如山啊，也已是千万莫慌乱地老呢当初徐峰同志关在里面是用手指和铁片挖开了后墙的条石，搬开条石就可以通往山后，记住是后墙左面第三块条石。这就是说老许同志当年能够越狱逃走，可他没这么做，他把死留给了自己，把生留给了同志们。是啊，子良同志，你圆满地完成了任务，现在继续在白公馆非常危险，你马上设法逃出去，找到营救部队，给他们做向导，杀回集中营。老齐，你放心吧，为营救战友刻不容缓，不愿你此去一路平安，伴着清风去江岸，高举着战旗到山前，到那时战友嘴上的红颜丹，千杯呀，把得战，千杯万盏敬长眠。长官，一切准备好了，枪水池已经灌满，行刑队呢？枪已上膛。好，现在执行密财计划，先行处决一批要犯和危险分子，把雷鸣带上来。是，带雷鸣，带雷鸣，雷鸣，雷鸣。老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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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雷，人要想享受沉重的脚镣，任你把疲惫举得高高。雷鸣，听说你上有老母，下有妻小，我实在也不愿意这样做。只要你写一张自白书，我就……我不需要什么自白，哪怕胸口对着带血的刺刀，面对着死亡，我放声大笑。不朽的光朝，你鬼子丑，来吧，别发抖。我是从不亲手杀人的。那个疯子华子良呢？叫他来动手。我让他去瓷器口买菜了。混账，把他给我找回来。是。小马员，潘署长，不好了，那个疯子他是装的。我早就怀疑他不是个疯子，把他给我带上来。带不上来了，他趁买菜的时候把我甩掉了，他一个人跑了。怎么，他跑了？特派员，你们的末日就要到了。醒醒！山上石榴红，爹，华为，爹，上次在瓷器口，我，好。
好儿子，时间紧迫，救人要紧，告诉你妈带着队伍跟我走啊。是。老太婆，老花，你我终于重逢了。老太婆，老花。
痛。雷鸣走了，陈刚、戚小轩他们走了，许云峰、江姐、小萝卜头他们都走了。不，他们没走，他们还留在我们心里呀。亲切切唱一支中魂曲，一面面难诉说战友情。